白露和洛风还是老位置，食堂的角落。白露在洛风面前，依旧犹如当初一样害羞和腼腆，或者不自信。在白露的心中，她始终认为自己配不上洛风，只是保持住现在的关系，偶尔见见洛风，白露已经很满足了。白露，你学车的情况如何了？洛风没有立刻说基金会的事情，如果一开始就询问工作的事情，未免有点太公事公办，拒人于外的情况了。白露说道。 科目一已经通过，目前正在学科目二，已经参加了两次练习了。实际掌握车的感觉如何？洛风询问。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比起来程序设计和应用简单很多。白鹿说道。洛风汗颜，看来除开了白凝冰，其他的妹子学车真的很简单。好吧，想起来那个长腿校花学车，洛风真的有点头皮发麻。不过对方虽然学车不行，但是学骑马好像挺有天赋的。可嗨嗨，对了。 劳动节放假的时候，白毅超市那边需要去你们老家进货，你要顺便回老家看看吗？洛峰询问。白毅一直都在进购那边的土豆，白露迟疑了起来，并没有回答。洛峰继续说道：“劳动节的时间，你就给自己放假几天，回老家看看家乡的变化呗。白家村那边现在的确有了不小的变化，当那边的乌洋芋供应白毅后，他们就开始加大规模种植物洋芋了，走地鸡也大量养殖。” 而且白毅还会派人来亲自收购，价格也非常合理。白家村的村民收入较之前提高了接近于三倍，并且辛苦程度远远没有之前那么高了。另外一个变化，那就是洛风城诺过的希望小学也已经建设完成，并且正在投入使用。白露的妈妈白花已经成为了学校里目前唯一的老师，周围好几个山村的学生已经有来上课的了，最远的需要走十公里的路，但不需要天天走，学校提供了住宿。 只需要周末回一次家就好。白露其实知道这些改变，因为白露的妈妈获得了洛风的石墨烯版本手机，母女两个经常聊天。现在洛风突然提起让白露回去看看，白露的心思开始飞回了那个遥远而落后的高山云雾当中，那个地方白露很怀念。可是，白露犹豫了一刻才说道：“可是动物基金会这边目前遇见了一些麻烦，劳动节的时候应该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什么麻烦？还是之前那些帖子的抨击吗？” 洛风询问：“是的，那些人真的很过分。”白露说道：“还有就是，我们收到了一些物资捐赠，也需要处理。”“哦，我们现在收到了多少物资了？”洛风好奇询问。“一共是一百多个包裹，有猫粮、狗粮、猫砂、猫狗玩具等等，还有一些猫狗常备药。”白露说道：“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拍照下来，然后公布出去。”洛风微微皱眉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你们有没有统计过呢？”“目前还没有。” 但是按照我的估计，应该在五千元到七千元之前。白露说道。洛风忍不住吐槽，那么你们计划五一节多少人留下来处理这些统计工作呢？东西挺多的，我们计划五个人配合处理，十个小时进行拍照和数量统计，再花费十个小时公布出去，还有对应的照片更新在我们的网站当中。白露说道。说起来很容易的事情，但实际上要做到细节化，的确有点复杂。毕竟这么多个包裹，若是一个人捐的，那么仅仅拍个照。 留下那个人的名字就好，但一百多个包裹，可能来自于七八十个好心人都要拍照发布，就很复杂了。但再复杂，也需要记录并且发布下去。洛风有一种得不偿失的感觉，整整五个人要花费二十个小时，难道就不考虑人力资源了吗？白露同学，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思路处理这个事情。洛风说道：“我们可以修改捐赠条款，在捐赠的时候就要求捐赠人登记对应的信息。以网购捐赠为例子。” 我们要求对方登记快递单号、购买截图、对应的商品清单、订单价值、购买渠道等等。如此以来，在登记的时候就可以完成你们的工作了，根本不需要再统计一次。如果不是网购捐赠，则是加一个限定，不接受人工制作的猫粮、狗粮，也不要三无产品。洛风补充道，第一是为了避免手工制作猫、狗粮出问题，第二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就不需要统计了，因为提供购买清单，这可是实实在在,在的。 还需要统计什么？白露迟疑地道：“如此严格，那会不会让捐赠人不开心？大家不捐了怎么办？不捐就不捐呗，还能如何？”洛风说道：“至于手工的猫粮和狗粮，我们除开了需要统计，还需要对这些手工猫粮狗粮做安全检查，人力资源就更浪费了，所以坚决不要。甚至于洛风想说，把他们扔了，然后自己下单购买，都比浪费人力资源划算一点。这样虽然减少了一些捐赠。” 但是也同样减少了人力资源浪费，日常运营成本也降低了。洛风说道：“毕竟捐赠东西是帮助动物基金会的，可是反过来麻烦了动物基金会，那么为什么还要接受呢？”换个思维想，为什么儿童福利院不接受三无产品，不要手工食物捐赠？难道你捐赠过去，大家首先要用银针给你验验毒，多麻烦啊！所以他们只接受商品捐赠也是很正常的。对了，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了。 洛风突然说道：“我们丰顺投资会给基金会捐赠一个亿，从而支持基金会快速扩张。求月票，求推荐票，大家手里有月票的都可以发我来一下，谢谢了。跪求大佬们，大家的推荐票都是每天刷新的，不送白不送，就可以投给作者，谢谢大家。”啊！白露惊呼了起来，一个亿！白露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吗？甚至于他想要偷偷掐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洛同学，这一个亿？ 是不是太多了？白露压低声音说道。洛风摇了摇头，这一个亿并不是自己的，仅仅是系统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操作罢了。毕竟洛风花一个亿的代价是除去那个林春，不用说太多，这件事情就确定下来了。你接下来处理好捐赠条款的修改，我来处理其他的事情。洛风说道。还有就是白露同学，你现在作为基金会的话事人，你需要做的事情是基金会的全局，不要像是诸葛亮一样。 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说句难听点的，这样的话会让你旗下的人才发展不起来，因为没有平台为他们提供锻炼的机会。洛风说道：“为什么蜀汉后七人才凋敝？虽然网上的人分析不一定是真正的历史，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原因，但道理是正确的。如果一个父亲事事都为儿子考虑好了，那么这个儿子就是温室里的花朵，一辈子都成长不起来。至于那个抨击洛风基金会的帖子。” 洛风之前的表态是不必理会，但如今捐赠了一个亿后，洛风要开始搞事情了。这一个亿的捐赠直接放出去，然后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基金会不差钱，爱捐不捐。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这样一个不差钱的基金会，谁还会相信他们是伪善，是为了赚钱？至于发帖人，在这一个亿砸下去之后，帖子下面全部都是骂声，根本不是洛风请的水军，而是大家看得出来。 这个基金会就是一个不差钱的富二代弄的，人家是真正的想要做好事，但为什么有人就要阴阳怪气的呢？不过在这一个亿砸下去后，发帖子的学生居然还遭到了他们学校的校方警告，这样的操作也让洛风没有想到，难道有钱真的可以让不认识的人也当舔狗？很显然，一个亿的捐赠下去，是个人都知道这个基金会来头不小。第一是为了避免该学生给他们学校招来麻烦，第二就是主动示好。 当天晚上，洛风在寝室里躺着，上官飞儿和上官水儿就在群里发消息了。上官飞儿，大佬真霸气呀、啊！上官飞儿，大佬的金钱再次战胜了不知好歹的蠢货。洛风，上官飞儿，一个亿砸下去，不仅仅让大家看到了基金会的实力，也让那个人彻底闭嘴了。上官飞儿，对了，大佬，你这次回来多久呢？洛风，回来销假的，五一劳动节回家一趟。上官飞儿，哦。 上官飞儿，对了，大佬，我们妈妈的私房菜馆生意很不错。洛风，那么现在的营业额如何了呢？上官飞儿，我没有关注这些，反正我去的时候基本都是满号。水飞私房菜馆居然如此的火爆。等等，洛风是不是忘记了随机一眼的奖励啊？应该是这个东西制造的效果吧。虽然刘珊珊的厨艺的确很好，但好吃的菜馆和餐馆在蜀城还少吗？为什么就你生意好？其实娱乐圈和生意圈。 都是有一个铁定的规则的，那就是人脉和气运，这一点往往比自己的实力更重要。人人都说什么什么圈需要的是实力，但是这都是给普通人的谎言。任何一个圈子，人脉和运气很重要，而洛风保证的就是人脉。随机演，那不就是替补了气运？上官水，洛风，明天去私房菜馆吃饭吗？洛风，晚上吗？上官水，可以啊。上官儿，我也要去。 上官水儿，我说不带你去，你同意吗？洛风，洛风，虽然你们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能看懂，但他们组合在一起，我觉得你们有问题。洛风在调侃，难道两个人为了自己争风吃醋？但洛风知道根本不会。上官水儿，所以你同意不去了？上官飞儿，我不同意。洛风发了一个大笑的表情。上官水儿，哼！上官飞儿，姐姐就知道欺负人。洛风确实。 我都被欺负惨了，上官水儿一头黑线，上官水儿，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洛风可能是做梦的时候，上官水儿，上官飞儿也发了一个和洛风一模一样大笑的表情图，洛风很喜欢撩妹子，而且妹子偏偏喜欢自己，聊天起来很有感觉，比如发和自己一样的表情包，这也是喜欢的一种体现。晚上差不多十点钟，寝室里，王贵这个家伙正在开演唱会，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王贵撕心裂肺的唱着，但是腔调已经偏离到了月球，比那夺命歌姬孟小姐姐还要要命。人家孟小姐姐虽然调子偏，但是人好看啊，依旧可以欣赏一下。但王贵这家伙和好看两个字有什么关系吗？大块头这是怎么了？洛风好奇询问。失恋了，正常操作。李虎说道。这个比太骚了，明明在撩隔壁班的陈楠，结果转弯和大三学姐李婷婷搞暧昧。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凉透了。卧槽，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居然这么牛逼的吗？嗨，李绅士啊，你就别说人家王贵了。张龙开始抨击起来，峰哥这个家伙更骚，天天去那边卫生院，已经拿下一个了。洛风哈哈笑了起来，那边的女生有点乱，注意安全啊。放心，峰哥不当英雄。李虎哈哈笑道。洛风和几个人聊了一会儿，继续拿起手机，他收到了白宁冰发来的消息。 这个长腿大校花洛风还有点想她了，求月票，求推荐票，大家手里有月票的都可以发我来一下，谢谢了，跪求大佬们，大家的推荐票都是每天刷新的，不送白不送，就可以投给作者，谢谢了，跪求大佬们，大家的推荐票都是每天刷新的，不送白不送，就可以投给作者。白宁冰，洛风，马上就是五一劳动节了，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洛风，你先说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白宁冰。 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你自己去判断。白宁冰，劳动节的时候，我妈妈让我回家，要不然她就过来荆州。洛风，洛风，所以你最后怎么选择了呢？白宁冰，我最终选择了回家，不过回家也挺好啊，你给我买的房子，我还没有体验够天台的无边界泳池呢。洛风，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简直就是坏消息。但是洛风心底里也不知道这是坏消息还是好消息了。 明明劳动节自己答应了白宁冰，所以其他妹子和兄弟就只能推了，毕竟分身乏术。但现在白宁冰这边自己出了情况，那、啊、么洛风就可以做该做的事情了。白宁冰，哼，你就知道那些事情。洛风，我可没说，是你自己心术不正，好吧？白宁冰，哼。洛风，可怜啊，小洛的幸福五天日记只能断更了。白宁冰此刻脸蛋微红，他其实也希望和洛风一起去旅游。 白天游山玩水，晚上还能，他觉得和洛风那样的事情也很美妙。想到这里，脸色更是微红。其实女神也是一生寂寞的，毕竟再漂亮也是一个女人。但妈妈那边非要自己选择，白宁冰开始安慰起来洛峰。洛风发消息道：好了好了，虽然出现了一点小意外，但是后面放假的时候你再过来就好。我害羞。洛风，哈哈哈，我懂了。白宁冰，哼，白宁冰。 好了，我继续做小组作业了。最近的事情好多啊。洛风，我突然觉得你们荆州大学一点都不香，这大学读的像是高中一样苦逼啊。白宁冰，我也这么觉得，挺累的，但若是想咸鱼，一样可以轻松。白宁冰，对了，告诉你一个八卦的消息，关于王嫣然的。洛风，王嫣然怎么了？白宁冰，之前王嫣然肚子疼，张新俊同学特别的耿直，直接送过来一个暖水瓶的热水。 让王嫣然多喝热水。洛风，洛风，所以张新俊同学人没了吧？白宁冰，不不不，这个铁憨憨天天都送热水过来，已经第四天了，笑死我了。白宁冰，我今天直接给他说了，下次送点红糖水，说不一定嫣然还会感动呢。洛风，最后他信了吗？白宁冰，他不相信，说是肚子疼，一定要多喝热水。洛风直接笑了起来，让寝室的几个兄弟都朝着他看了过来。 白宁冰自己就是个铁憨憨，隔三差五就一大堆笑话。但是张新俊好像比白宁冰还要憨憨一点，真是奇葩多啊。洛风也很喜欢这样的聊天方式，一个女孩子愿意分享给你身边的乐趣，那么对你的喜欢也就不言而喻了。白宁冰，我先做小组作业了，这一次嫣然身体不舒服，我需要当主力。洛风，嗯嗯，那你忙，弄好了给我说一声。虽然后续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晚安打招呼。 但是作为好男人的洛风，不可能只是发一句“你忙吧”之类的话吧。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洛风再次和白露在新食堂吃早餐。白露主动说道：“感谢你，洛风同学。那个发帖人现在彻底安静了。昨天洛风直接公布一个亿的事情，一连串的事情就改变了。这些事情白露当然知道。不用，基金会我也是赞助人不是？”洛风笑道：“那样的人，若不是对方罪不至死，洛风没说下去。” 反正这也不算太招惹了洛风，若是动了洛风的逆鳞，那么洛风真的可以让对方很惨。白露愣了一下，开口说道：“接下来我会更努力发展基金会的，尽量让它更壮大，走出蜀城，走出川地，走向整个大夏。”好的，洛风说道。下午五点过的时间，洛风正在和妈妈徐珍珠发消息。洛风，妈妈，劳动节你们在家吗？徐珍珠，洛风，徐珍珠。 你先说说是什么事情，我再确定我们在不在家里。这，洛风表示自己要黑化了呀。洛风，我就关心的问问，劳动节了，我希望你们给自己放放假，好好休息，不要总是工作。徐珍珠，哟，还那么孝顺呢。既然如此，我们劳动节就好好休息吧。洛风，好的，那我回家祭天，你要提前买好菜，我要吃红烧肉和梅菜扣肉，再来个辣子鸡，顺便看看有没有大姜黄辣丁。 洛风已经把劳动节的食谱安排的妥妥的了，既然白凝冰要回家去，洛风也正好回家去一趟。这样的情况下，选择的条件就宽多了，既可以见见白凝冰，也可以见见小妖精。如果是和白凝冰出去旅游，那么还有这么宽的选择吗？徐珍珠，不过刚刚接到通知，劳动节加班，你在学校好好学习，回家也没有人。洛风无语，徐珍珠不说了，我先处理工作了。洛风再次无语。 这果然是亲妈的待遇。不过洛风展开了迂回战术，他给洛琳开始发消息。洛风，老爸，我劳动节要回来。洛琳，你妈妈不是跟你说了，我们劳动节不在家。洛风，洛琳直接发过来一个聊天截图。洛风直接沉默，自己的迂回战术没有一个回合就斩于马下。洛琳，你回来就回来吧，但是你让妈妈做饭的事情就别提了，或者看你本事。怪不得在某些情况下。 老公和老婆才是最有话事权的，比如医院签字，第一遗产继承人，毕竟真的好像比儿子还亲，两个人早就私下商量了。洛风迂回战术根本没用，洛风，你们太狠了吧？洛林，别吐槽了，我天天吃食堂的饭，我也没吐槽不是？但是佳美建筑公司的食堂味道，洛风知道还是很不错的吧？洛林，我马上开会，你劳动节要回家就回家，反正两边的指纹锁你也可以解开的。 洛琳，对了，七百一十八的车钥匙在两边各自都有一把，都在鞋柜上。洛风，行吧，行吧，知道了。洛风回复了洛琳，顺手在双胞胎的群里开始发消息，求月票，求推荐票，大家手里有月票的都可以发我来一下，谢谢了，跪求大佬们，大家的推荐票都是每天刷新的，不送白不送，就可以投给作者。洛风艾特了上官水儿和上官芬儿，洛风，你们什么时候放学呢？ 上官飞儿，我这边五点半左右。上官水儿，一样的，差不多吧。洛风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是五点十五分了。洛风，那好，我现在开始出发，我在你们学校的停车场等着你们。上官水儿，行。上官飞儿，收到。洛风放下手机，开始出发，驾车很快前往了师范大学。他在师范大学，宛如回去自己的学校一样。安保人员认识这一辆兰博基尼，在蜀城师范大学里。 洛风靠在主驾驶的车椅子上，开始查看微信当中的消息。俱乐部的成员正在讨论这次劳动节慈善赛车活动的事情。这一次活动会对外出售门票，但是获得的收入全部纳入慈善事业。洛风到现在也没有确定要不要参加。劳动节虽然不陪白宁冰旅游了，但是也要回去魔都。等去了魔都，再确定要不要去京城。陈大力，峰哥，劳动节过来玩啊，我们给你准备了惊喜呢。洛风。 你们先说说是什么惊喜，我担心是惊吓。陈大力，放心吧，峰哥绝对是惊喜，并不是惊吓。林小鱼，我也保证是惊喜。李伯开，洛老师，这一次他们说的真是的。洛风，所以到底是什么？提前说一下。陈大力，提前说出来，那就不是惊喜了，不是。等峰哥来京城了，就知道了。洛风，我信了你们的邪了。劳动节后面几天，我尽量过来吧。陈大力，好的。 到时候我们继兄弟冲一把，洛风什么意思？冲一把，洛风，你们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爱好了？难道你们不觉得恶心吗？是前后夹击的意思，不对，这四个人个人好像要前后上家，对，就是四个能用的都使用了。李波开，卧槽，我吐了，峰哥你是真的骚，我差点没有明白过来。林小云，我不参加峰哥说的冲一把的活动。陈大力，我服了你们了。 我的意思是，我们去金港那边，速度一把。洛风原来是这样冲一把，那就没有问题了。陈大力加点彩头，领先一秒钟一万块钱，全部彩头都投入慈善。洛风，你们是在找虐？洛风的驾驶技术现在已经升级了，好吧？他们以前不敌，现在更不是一盘菜了。林小云，峰哥，你要小心这个老鹰笔啊！李波开必须曝光大力哥的硬币行为。李波开。 陈大力最近天天约了职业赛车手在金港练习，目前成绩提升了很多。李波开，而且他又买了一辆四驱版本的小牛 E V O，这个车原厂零百时间仅仅是二点九秒。李波开，关键在于还有改装，基本可以达到零百二点六秒的级别。林小云，大力哥是要一鸣惊人呢、啊。洛风，卧槽，陈大力，你好骚啊！陈大力，我不是，我没有，可别瞎说啊！陈大力，我接受你们三个人的挑战。 林小云，我反正不接受。李波开，我也不接受。洛风，行了，大不了为了慈善做点贡献吧。洛风一本正经的说住，但是自己却偷偷笑了。请职业级赛车手指导，难道还会超越真正的职业级水平的洛风？陈大力，放心放心，我也没那么强，到时候都要看临场发挥。李波开或者林小云，你可以比赛前晚上给大力哥安排几个，他或许就不行了呢。林小云，哈哈哈。 我看行，洛风和几个兄弟闲聊了一会儿，到最后三个人还是没有说出来到底惊喜是什么，洛风也没有继续再问，到时候过去京城，一切都知道了。下午五点四十一分左右，洛风看见双倍快乐，总算是走了过来。两个人今天的打扮都是普通学生的打扮，牛仔裤加上白衬衫，不过就算是如此打扮，那凹凸有致的身材也是极有看点，特别是那团子和大长腿。 身材好的女孩子，这两样一直都是不差的。若这两样都差了，那么要么是胖，要么就是竹竿女。两姐妹依旧是坐在了后排，表示平起平坐的意思。水儿、菲儿，你们给阿姨说了吗？我们要过去吃饭的事情？洛风询问道。现在的水飞私房菜馆不是天天满号吗？如果没有预定的话，应该是没有位置的。早就预定了，而且还是真金白银预定的。上官菲儿说道。洛风通过后视镜看了看上官菲儿。 你是菲儿是吧？啊！上官菲儿疑惑的看向洛风，你说话的方式像菲儿。洛风笑着说道。上官水儿和上官菲儿互相看了一眼，他们发现，他们若是没有特别伪装的情况下，洛风真的很容易就能分辨两个人的身份了。其实这样很正常，毕竟菲儿和水儿说话的方式差别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上官菲儿要活泼一点，水儿则是更温柔一点，这也导致了两个人的性格，一个比较调皮，一个比较逆来顺受。 洛风更喜欢逆来顺受的水儿的性格，毕竟有点刺激。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既然洛风如此容易识破，那么待会儿就伪装一下。从师范大学去私房菜馆，正常情况下需要四十多分钟，但现在是下班高峰期，所以足足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这才抵达。下车后，上官飞儿的说话方式开始变化了，开口道：“洛风，你今天想要吃什么？”上官飞儿在伪装姐姐的温柔，而且上官飞儿和上官水儿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那就是菲儿喜欢叫大佬，婶儿喜欢叫名字。洛风怀疑这样的情况是两个人故意放出来的烟雾弹，让洛风听了之后能很快辨别两个人的身份，从而掉以轻心。两个人都选修过心理学，他们真的很会玩。奈何洛风有系统啊，秒识破了上官菲儿的身份。之前系统提示过，极端情况下他也不能分辨两个人的身份了。但是好像一次都没有出现故障。洛风怀疑这系统肯定要该出现故障的时候才出现，对吧？ 求月票，求推荐票，大家手里有月票的都可以发我来一下，谢谢了，跪求大佬们，大家的推荐票都是每天刷新的，不送白不送，就可以投给作者。洛风时破了上官飞儿的伪装，但假装没事情一样，拉着上官飞儿的手说道：“等一会儿，你看着办。”说到这里，洛风看向了水儿，故意道：“菲儿，你快点走啊。”上官水儿学习妹妹的性格，轻哼一声：“知道了，这就来。”三个人来到水飞私房菜馆。 徐鑫主动打招呼道：“洛总，晚上好。水儿姐，菲儿姐，晚上好。”徐鑫依旧是黑丝旗袍，再加上她的身材的确很好，让两姐妹都开始白眼洛风。但洛风仅仅是看了一眼，好吧，不可能出现在自己面前，自己还要特意去看别的地方，或者直接闭眼，闭着眼睛走进去。女人啊，真是容易吃醋啊！洛风调侃了起来：“徐鑫，你知道谁是水儿，谁是菲儿吗？” 洛总牵住的自然是水儿姐，另外一个是菲儿姐。徐鑫取巧的说道。我们都知道，洛总的女朋友是水儿姐。哈哈，上官水儿学习妹妹的笑声。姐夫，你看看，你想要考验别人，结果你自己就给出了答案。洛风故作恍然大悟，哼哼道：“好了，走走走，我们先进去。”三个人很快走进来了大堂。现在是吃饭的时间，正厅上下两楼都坐满了客人，而且右侧门房当中。 还有十几个人正在等待，看来是在排号的。洛风带着两姐妹直接去了一号包厢。当他们走进去后，等待的客人就询问了起来：“你好，我想问一下，不是没有了位置了吗？怎么刚才的三个人就直接进去了？看穿着打扮，也不像是工作人员吧？”年轻人指着三个人的背影说道。服务员快速说道：“不好意思，三位客人是预定了一号包厢的，所以不需要排队等候。你们一号包厢如何预定？” 年轻人说道：“如果是预定，需要一万块钱，这一万块不包含饭菜钱。”服务员说道，并且包厢和普通大堂菜品都是一样的品质，无非就是用餐环境相对独立一点罢了。年轻人听到一万块钱之后，没有再询问的意思，只能说难怪人家带两个这么极品的美妞，没有点实力，女神果然只能看看而已。而且听到包厢和大堂享受的菜品是一样的品质之后，突然觉得。 这家菜馆很值得。一号包厢里，洛风随手点了一份红烧肉，还有鱼香肉丝、清炒蔬菜、石蔬豆腐，两荤两素，一共加起来是一千三百多元。再加上餐位费，还有包厢的费用，这顿饭一共是一万三左右。这样的总价格其实真的不贵，特别是按照水飞私房菜馆的用餐环境，还有口感来说，不说是什么物超所值，但对于不差钱的人来说，真的不是大冤种。对，没错。 就是说的不差钱的人来说，如果对于差钱的人来说，两千块钱都已经很贵了，好吧？所以不是什么物超所值，但绝对不是大冤种。大佬，偷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伪装成为妹妹的上官水开口说话道：“什么好消息啊？”洛风好奇询问：“我姐姐在劳动节之后要调到西浦那边参加实践了，时间是两个星期。我姐要在那边参加一个小学的语文代课实践。”上官水伪装妹妹说道：“毕竟是师范大学不是？” 这样的实践也很正常，这算是什么好消息呢？洛风无所谓的说道。伪装姐姐的上官飞儿说道，在参加实践的时候，因为往返有点远，所以就会住在那边了。果然是好消息，那就是机会来了。洛风看向身边伪装成姐姐的上官飞儿，故意凑到对方的耳边轻声说道：“那么等你参加实践的时候，我过去找你。”伪装成上官水儿的上官飞儿脸色微微一红，她当然知道洛风什么心思。 洛风刚刚就用了系统扫描，系统查看到上官水和上官芬的数据，好感度已经上升到了八十九点的高度。这样的高度意味着洛风只要出击，那么就很大概率成功。但是有一个问题摆在洛风面前，如果单独选择上官水或者上官芬，按照八十九分的好感度来说，的确没有问题。但是若想要豹子，也就是大小通吃，那么就有点难度了。八十九分的好感度还差了点意思，比如端木云姬。 能够接受秦如冰，也是好感度在九十分往上才接受的吧？若是一个妹子，仅仅是普通级别的喜欢你，她愿意为你放弃的东西就比较少；但是如果是超级喜欢的级别，那么愿意为你放弃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洛风询问假装妹妹的上官水说道：“菲儿，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待客事件呢？这一个问题完全就是明目张胆，还有王法吗？还有天理吗？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菲儿。” 你什么时候可以叉叉？可嗨嗨，伪装成为上官飞儿的水，娇嗔的说道：“姐姐，你就不管管他吗？”真正的上官飞儿温柔的说道：“他就开开玩笑而已。”但是真的只是开玩笑吗？洛风从来不开玩笑，好吧。不足十五分钟的时间，洛风选择的几道菜一起上桌了。这样的上菜速度很好，其实是因为红烧肉是预制菜品，鱼香肉丝也是半预制菜，仅仅是炒蔬菜是需要现炒现卖。 但这个一点不麻烦，不然怎么可能有那么快的上菜速度？但是你要让红烧肉这样的东西现炒现卖，那么你需要等待的时间可能就太久了。洛风夹起来一块红烧肉，一如既往的好吃，不错。洛风称赞说道：“婶儿，菲儿，其实我很羡慕你们。”洛风继续感叹地道：“求月票，求推荐票，大家手里有月票的都可以发我来一下，谢谢了，跪求大佬们，大家的推荐票都是每天刷新的。” 不送白不送，就可以投给作者，谢谢了。跪求大佬们，大家的推荐票都是每天刷新的。不送白不送，就可以投给作者，因为我妈妈很会做饭吗？上官水儿假装妹妹说道，她的表现完全符合上官飞儿，可谓是天衣无缝。奈何洛风有系统在手呀，不然真的是入错了股，但仍旧认为这是自己的股票。嗯嗯，洛风点头说道，阿姨的厨艺很好，并且还愿意做饭，你们很幸福。 洛风想起来了，自己的妈妈真的是亲妈级别的，真正的上官飞儿冒充姐姐，温柔的说道：“我老爸前几天还抱怨呢，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妈妈做饭了。”上官水儿假装妹妹吐槽道：“其实是妈妈根本没有回家，为了更方便工作，妈妈一直都在老房子这边，爸爸和奶奶在南湖公园那边入住，天天都是奶奶做饭。”真正的上官飞儿吐槽起来：“奶奶做的饭真的不好说什么呀，实际上。” 很多年纪大的老年人做饭的水平根本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那让叔叔来店里吃吧。”洛风随口说道。“我老爸舍不得，他说是店里的价格太贵了，应该卖出去赚钱更好。”上官水儿吐槽说道。呃、洛风无语了，这个想法简直有毒。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什么商品是自己家的话，你需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每天做的商品是不是天天都能卖得完，并且供不应求。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的确吃下去，那就需要按照卖出去的钱算。如果卖不完，那么你吃的话，仅仅算成本就好了。一个多小时后，差不多八点钟的时间，三个人吃完了晚餐。这个时候就充分体现出来水飞私房菜馆的优势了。哪怕是一个多小时的用餐时间，无论是红烧肉还是鱼香肉丝，都保持在了四十度左右的温度。特制的餐具弥补了长时间用餐食物变冷的问题。当三个人打算离开的时候，服务员提醒道：“骆总。” 刘主厨说了，让你们等一会儿，他等会儿忙完了过来说说餐厅营业的情况。洛风摆了摆手道：“这倒是不用了，我相信刘主厨的。我们先走了。区区一个菜馆罢了，无论每年赚一个亿还是亏一个亿，对于洛风来说都一样。再说了，也有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审核财务，洛风并不担心太多。现在更重要的是八点之后的事情。洛风预定了电影票，准备带两姐妹去看电影，哪里有时间来听财务汇报的事情呢？” 洛风在停车位上支付了十块钱的停车费。其实来说，两个人小时停车仅仅是十块钱，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在路上的时候，洛风询问了起来：“水儿、菲儿，你们学车的进度如何了呢？”两姐妹在上车后回归了自己的身份，上官菲儿不再伪装姐姐，上官水儿也不再伪装妹妹了。他们刚刚通过吃饭，也再次确定洛风无法判断两个人的身份。在他们的认为里，洛风只是和他们相处久了。 才能在没有伪装的情况下，通过说话方式分辨他们。上官飞儿说道：“应该五月底或者六月初就可以拿到驾照了。”上官水儿附议说道：“练车的时间稍微有点少，但是我觉得开车真的很简单，还真的人均觉得开车简单，只有白宁冰一个人很难。为什么同样腿长团子无敌就白宁冰会这样？没道理啊！你们加油！”洛风说道：“等你们都拿到了驾照，我再送你们一辆喜欢的车。对了，你们喜欢什么车呢？” 我觉得宝马挺好的，上官儿先开口说道。上官爽思考道，我觉得奥迪也不错呀。洛风说道，其实可以选择更贵一点的车，比如说保时捷，更贵的没有意义，基本上也就是买个品牌了，但也没有问题，法拉利或者兰博基尼，你们喜欢？这些都可以，不太喜欢牛和马。上官儿说道。为什么呢？洛风询问起来。你不是有保时捷九百一十一，还有法拉利四百八十八吗？ 你也长期把他们丢在了国金那边的停车库吃灰，对吧？上官水儿说道。洛风坏笑，那是因为有你们两个人啊。哼，上官菲儿骄哼。上官水儿接话道，那些车都太高调了，不适合我们。那到时候再说吧。洛风首先把话题抛在了一边，他对于两姐妹的印象倒是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两姐妹看来是和自己相处之后，心态和性格还有格局都发生了变化。对了，你们要不要喝雪茶呢？ 洛风追问道，上官飞儿在后排晃了晃手机，我正在看呢。上官水儿询问，对了，洛风，你要喝什么呢？我不喝了，等会儿在电影院门口买一瓶矿泉水就好，毕竟好喝不过矿泉水不是？哦，上官飞儿点头。大半个小时左右，洛风开车抵达了国金，他们首先去雪茶店领取刚刚在小程序上购买的草莓芝士多多奶茶，随后乘坐电梯前往六楼的电影院。 洛风选择了一部诡异爱情片，反正洛风不懂爱情片为什么要带个诡异，反正看就完事了。洛风一就选择了最佳的第九号到十一号位置的观影区，洛风自然的坐在了两姐妹中间的位置，而且也是两个人选择之后特意留给洛风的，毕竟洛风坐任何一边，好像对另外一个都是不公平的，所以无奈只能中间。绝大多数电影院里都有人性化的设计，比如说座椅和座椅之间的扶手。 就可以提起来收纳，从而形成连坐，方便情侣之间搂搂抱抱。洛风显然把两边的扶手都收起来了，从而方便自己既可以搂住上官水，也可以搂住上官芬。他觉得两个人应该都不会拒绝的吧？求月票，求推荐票，大家手里有月票的都可以发我来一下，谢谢了。跪求大佬们，大家的推荐票都是每天刷新的，不送白不送，就可以投给作者，谢谢大家，真的很感谢，大家多投一点月票。 当初在南湖公园大平层里，洛风就已经实现了这样的操作。实际上，上官水儿和上官飞儿真的没有拒绝。当洛风一左一右分别搂住两个人的时候，两个人只是轻哼一声，白眼洛风，然后默认了这样的行为。电影缓缓开始播放，这一部诡异爱情片讲述的是暴风雨中穿梭时空的无线电信号，然后构成了穿梭时空的爱情。说实话，很多电影洛风根本看不懂，或者不认真看就看不懂这一点。 应该是导演的表达能力有些欠缺，不过正因为诡异爱情片，随着剧情的推进，上官水儿和上官飞儿都靠在了洛风肩上，洛风分别和他们十指相扣，两个人的手都微微冰凉，美女的手好像都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握着有一种如玉一般的感觉，洛风觉得这样的情况，当遇见什么火热的东西，绝对是可以降温的，可嗨嗨，反正洛风要感谢这一部电影。 明明是爱情电影，还要搞什么诡异的气氛，弄得像是恐怖片，那不是给洛风助攻吗？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电影，在洛风无聊和惬意中度过。无聊当然是电影本身，而惬意那当然是一左一右的美人。当电影结束后，洛风主动放开了上官水儿和上官飞儿。上官飞儿立刻吐槽了起来，这个电影一点也不好看。上官水儿也说道，我也觉得不好看。洛风倒是笑着说道，没有呀，我觉得还不错呀。 洛风当然觉得不错，毕竟左拥右抱看电影的感觉真的不要太好了。上官水儿和上官芬儿也看明白了洛风的意思，齐刷刷的白眼洛风。三个人走出去电影院，洛风手机发出了响动，他松开了握住两姐妹的手，把手机拿起来查看，是陈平打来的电话。洛风开始戴耳机接听，晚上好，洛总。陈平首先说道，什么事情？洛风询问，是关于爱企业视频的事情，我们查看到了更多的情况。 陈平说道：“我正好在国金这边，我来一趟公司。”洛风说道：“好的，那么就等着洛总过来再说吧。”陈平说道：“好的，等会儿见。”洛风把手机放在了兜里，随后再次左右牵起来上官水儿和上官飞儿的小嫩手，开口道：“公司有点事情，你们跟我一起去还是回家呢？对了，我们公司搬家了，在八十八楼一层都是我们公司的，你们若是过去也可以参观一下。嗯”嗯嗯。 好，两个人都点头同意了，并且都露出了笑容。他们喜欢洛风这样的态度，因为洛风没有把两个人当做外人。不然要是一般的小情人，只是提供消防器材的小情人，那么会愿意带去公司吗？国金中心的八十八楼，洛风大大方方的牵着上官水儿和上官飞儿走出电梯，两姐妹自然也没有挣扎，仍由洛风这样牵着。洛风再次看见了刘梅，刘梅也看见了洛风拉着两姐妹的手。 虽然眼前一亮，但并没有过于意外。洛风和上官姐妹的关系，老员工们都知道，新员工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就不相信他们无聊的时候不八卦老板。而且洛风年轻有钱，上官姐妹都那么漂亮，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呢？有钱人能够选择一台几百万的大 G，但是也可以选择一台几十万的新能源汽车来玩玩。但没有钱的，你只能选择几十万的 BBA 系列撑撑面子。想要养第二台车，那就太费劲了。 反正换了刘梅自己，她也会选择两个帅哥呀。有条件的前提，谁不是都要呢？晚上好，骆总。刘梅说道：“晚上好，两位女士。”洛峰点头道：“刘梅是吧？她们是上官芬儿和上官水儿，你带她们两个逛逛我们的新公司。”虽然洛峰知道刘梅或许认识两姐妹，但还是介绍了起来。洛峰为两姐妹介绍道：“这是我们公司的前台，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吩咐她去做，我去处理点工作的事情，很快就好。” 上官水温柔的说道：“嗯嗯。”上官飞儿在一边开口道：“刘梅姐，先带我们去一下休息区。”“嗯嗯，好的，上官女士。”刘梅带着上官飞儿和上官水儿首先去休息区，洛风则是走向了陈平的办公室。丰顺投资现在占据一层楼的空间，休息区也是大幅度增强了，不仅仅宽敞豪华，还分为了两个区域。两位女士，我们的休息区分为了吸烟区和禁烟区。实际上，整个公司里面。 除开了休息区有吸烟区，其他的都是禁烟区域。刘梅介绍道，非吸烟休息区有二十四小时吧台服务，你们要来一杯鲜榨果汁吗？上官飞儿摇头，不需要。上官水儿也摇头否定。我们公司除开了休息区之外，还有健身区，主要是给下班之后的员工使用的。刘梅在前面带路，给两姐妹介绍情况。我们还有二十四个小时的餐厅，在不浪费的情况下，对应的餐品都很便宜，仅仅是向指性收费。 但是不能打包出去。刘梅继续介绍情况道：“餐厅包含了很多种类，包括中餐、西餐、樱花料理等等。”刘梅说道：“比如外卖需要二十块钱的牛肉面，我们这边仅仅只需要五块钱，并且牛肉的分量非常足，味道也很不错。这是洛峰给风给丰顺投资员工的福利。这一项花费的资金虽然不多，但是带来的幸福感，却让很多公司的人都很羡慕。若是让那些厂里工作的人知道了，那就更羡慕了吧。” 他们的食堂不仅仅难吃，而且还贵。上官水儿和上官芬儿参观完毕了整个丰顺投资公司后，两个人回到了休息区。刘梅已经给两个人准备了一些坚果，还有饮品。随后打了招呼，就返回了工作岗位。上官两姐妹坐在休息区，开始在手机上回复姐妹群里的消息。陈玉，你们两个晚上回不回来？我们听见了八卦，你们男朋友回来了，所以今天晚上要侍候男朋友去了吗？求月票，求推荐票。 大家手里有月票的都可以发我来一下，谢谢了，为求大佬们，大家的推荐票都是每天刷新的，不送白不送，就可以投给作者。胡兰，你们男朋友带你们去哪里了？去酒店一定要选水床，谁是谁知道？陈玉，对了，他到底行不行？顶得住你们两个吗？胡兰，听说大多数男的只知道吹牛，说什么把女朋友弄哭，直接让他叫爸爸，还要让女朋友喵喵叫，其实都是吹牛，不过这都是真的。 在男人十七八岁的时间段，而且还是很久不来事的时候，大多数真的能做到。但是过了那个黄金阶段，到了三十岁之后，其实大部分的说辞，说的就是自己十七八岁的时候罢了。毕竟男人的巅峰期，真的和女人的巅峰期是错开的。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遇见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真的能把对方弄哭。陈玉，哈哈，我们的聊天越来越不对劲了。胡兰，你们两个是不是已经上车了？陈玉。 你们为什么不回消息？是不是正在进行时啊？胡兰，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可别闹出人命来，那不是小事情啊！陈玉，这一点我必须支持兰兰，万一出了人命，就很难处理了，可不能因为大佬对你们好就不要措施了。胡兰，完蛋了，两个人真的不回消息，是不是？上官水儿，上官飞儿，你们两个家伙自己没有男朋友，一天就只能如此发骚吗？胡兰，我去，你们完事了吗？ 上官飞儿，我上官飞儿，胡兰，你简直有毒！我们和洛风在看电影呢。上官水儿本来看完电影就要回来的，但是洛风家的公司需要处理一点事情，我们就过来了。上官飞儿他们家的公司居然拿下了国金一号楼的八十八楼一整层。胡兰，卧槽，一层！陈玉大佬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啊！陈玉两个闺蜜，求带飞，求当大腿的挂件。胡兰，求带。 陈玉弱弱的说一声，我也想要带飞上官飞儿，你们搞错了一个事情，他是姐姐的男朋友啊。胡兰切，陈玉那个家伙明明想要开豹子，大小都吃好不好？差点信了你们的鬼话了。其实陈玉编辑的文字撤销了一部分，他想要说的是，洛风摆明了想要大小通吃开豹子，但是上官水儿和上官飞儿也摆明了没有拒绝好吧。另外一边，陈平的办公室里，陈平给洛风拿过来了一份资料。 洛总，根据调查，你猜测的很正确。陈平先一步开口说道：“爱奇艺视频的确打算提高会员订阅费用，他们这是准备豪赌一把。”陈平说道。洛风接过来文件资料，随后说道：“这一场豪赌还没有开始，但是他们已经输了。”陈平沉默的点头，表示赞同洛峰。洛风之前就已经说过，提高会员订阅完全就是饮鸩止渴。虽然通过这个办法可以快速获得资金，但是一定会造成大量会员不满意。 从而离开爱企业视频的平台，毕竟爱企业视频会员还不是要看广告，同样也需要会员付费，如此情况下，凭什么要涨价呢？更为糟糕的是，会员人数下降之后，后续的收入会进一步下降，然后造成没有足够的资金维持整个平台的内容量，平台没有足够的内容量，对于付费会员来说，吸引力就大幅度下降了，从而造成会员数量的下降，这样的死循环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自身的力量解除。 不然又怎么可能陷入死循环呢？唯一可以解决死循环的办法，那就是注入新的资源，引进更多的优秀电视剧、电影、动漫等等，从而形成好的内容吸引会员，不断的循环起来。但现在熊掌公司自己就麻烦不断，当初互联网三大巨头 BAT 神话，其实早就名不副实了。排在第一的 B 系列熊掌公司，被 A T 两家公司秒杀的渣渣都不剩，好吧？那么度娘公司有没有出手爱企业的打算？陈平询问。 度娘当然就是熊掌公司，还真的有。陈平说道：“之前在调查爱奇艺视频的时候，我听说了一个小道消息，熊掌公司当初联系过企鹅，试图把爱奇艺视频卖给对方，但企鹅拒绝了。这是肯定的。”洛风说道：“毕竟企鹅有自己的企鹅视频，并且做得很好，为什么要收购另外一家呢？而且视频内容高度重复，做慈善，这也是洛风之前分析的情况。哪怕是度娘公司要把爱奇艺卖掉。” 但是买得起的也非常少，真正买得起的自己有自己的亲儿子，为什么要买？老陈，接下来你的任务非常重要，我需要你建立一个 V 可变利益实体框架，接触度娘公司，讨论让对方卖掉爱企业的事情。洛风说道。对了，这个 V 的最终指向设定在师城，但是具体情况隐藏起来，在成为第六巨头之前，我们要小心发展，从而避免针对企鹅和阿里以及母系的针对。说起来 V。 洛风的道具卡当中有一张人才道具卡，就是关于 V 人才的。洛风立马选择打开。d g <叮>恭喜宿主获得人才李仁贵，对方将处理 C I E 可变利益实体框架的搭建工作。洛风露出了笑意，有这样的人才，那就太好了。人才的发现会由陈平举荐的方式。果不其然，陈平立马就开口了。陈平说道：“对了，洛总，我正好有一个同学在做 V。” 叫做李仁贵，我先联系他。目前对方在魔都工作，年薪是一百三十万，外加各种奖金。我们挖人的话，给多少吸引他合适呢？洛风考虑了一下，目前你和老童的年薪是三百万是吧？把他挖过来，先给二百万的年薪，至于奖金什么的，你好好做一下绩效考核，最后能拿到多少，全都看他的水平。嗯嗯，好。陈平说道，这种年薪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挖人，再加上是同学关系。 基本上一挖一个准，比如你上班工资只有三万一个月，但是谁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四五万？你愿意去吗？求月票，求推荐票，大家手里有月票的都可以发我来一下，谢谢了，跪求大佬们，大家的推荐票都是每天刷新的，不送白不送，就可以投给作者。对了，骆总还有一个事情需要你来决断。陈平说道，公司有一个投资小组，总是出现投资分析错误，收益率远不如其他小组。 并且出现月度收益未复数的情况，我们要不要采取末位淘汰的制度？丰顺投资目前并没有采取末位淘汰，因为丰顺投资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各种投资的收益都非常高，哪怕是一个投资小组有问题，那么其他小组的盈利也可以抹平。洛风自然知道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毕竟这是系统奖励的公司，一定会赚钱的好吧？整个公司的年收益率一直都稳定在百分之十五上下浮动。 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小组都赚那么多钱，有的小组赚的多，有的小组赚的少，甚至于有的小组在某一个月还出现了负数的情况。但洛风觉得这样更真实，毕竟有赚有赔的情况下，根本就找不出来破绽，好不好？暂时就不搞什么末位淘汰了，但采用末位惩罚制度，连续三个月都在末位的小组，年终奖扣除百分之二十，每多一个月就多扣除百分之十。洛风说道，虽然公司的目的是多赚钱。 但是我们也要给大家营造一个家的感觉，员工就是家庭成员，犯错了我们可以惩罚，但是不会抛弃。陈平眼神有些变幻，点头道：“好吧，洛总。”洛风这个决策，其实人者限人，智者限智。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愚蠢的办法，有的人觉得这非常人道，符合人数。但洛风觉得对自己不影响就好，反正公司的收益主要看系统给不给公司升级。 公司升级后，收益率就升级，根本不关这些的事情，好吧？反正年收益率百分之十五，雷公给你忘记了，都要问天耀。再怎么努力，也只是百分之十五左右浮动。洛风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他站起身来，时间不早了，老陈，我先走了。收购爱企业的事情，你看着处理吧，尽可能按照爱企业的市场价收购，同时偷偷在美股收购一部分爱企业的股票，尽量让我们自己薅羊毛自己。爱企业在美股有市场流通。 如果丰顺投资收购爱企业，那么就意味着股票上涨。鉴于这样的情况，洛风当然要先下手为强。至于度娘公司不卖，好吧，不卖就不卖。反正丰顺投资可以放出去小道消息，表示要收购爱企业，爱企业很可能因为这个小道消息股票上涨。但是如果最后丰顺投资没有收购，那么股价还不是会下来。明白？陈平说道。洛风走出了办公室，他直接去了休息区。 因为刘梅已经发消息给陈平，说是两个大美妞安排在了休息区，陈平也给洛风说过了。洛风走了过去，他打招呼道：“水儿，菲儿，我忙完了，我们走吧。”“嗯嗯，好的。”上官水儿和上官飞儿都一起回应。洛风也没有客气，一左一右牵着他们的手，带着两个人离开。刘梅看着洛风离开的背影，心里暗暗感叹：有钱人的确可以为所欲为。 在国金中心的地下车库，洛风拉着两个人走向了停车场。洛风询问：“我记得你们师范大学十一点就管宿舍门了，现在已经十一点半了，我们还要回去吗？”上官水儿娇哼一声，上官飞儿娇嗔说道：“你想得美，难道我记错了？”洛风询问，上官飞儿说道：“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们的宿管阿姨？那个号称男友最大敌人的宿管阿姨，只要是男孩子带着过来说进不去的，好像都可以宽容。” 女生只要任何时候都能回去宿舍，男生还有什么借口？那个宿管阿姨真的有毒。第二天星期三，洛风一就是陪着白露吃早餐，在吃早餐这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里，白露觉得自己和洛风的距离真的触手可及，但是他也知道那只是他觉得而已。对了，洛风同学基金会的捐赠条款和流程已经完全修改好了，白露会抱了起来。白露经过洛风的提醒，他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地位。 凡事没必要亲力亲为，他更多的思维要为大局考虑。关于之前获得的捐赠物资，我也在基金会安排好了，全部化为奖励任务处理，愿意做的就做，并且有奖励，不愿意的也可以。白露说道。洛风点头道：“不错。”所以五一劳动节，你准备回家看看吗？”白露暗暗期待的回应道：“嗯嗯，我想妈妈了，我想要回去看看。”在白露的心里，她隐隐期待住洛风再一次和他一起回家，但是这一次白露注定失望了。 洛风说道：“我也想家了，我也想我妈妈，所以劳动节我同样打算回家。”白露表面上没有任何的变化，说道：“提前预祝洛风同学劳动节快乐，你也一样。”洛风说道：“上午是宏观经济学，等待下课后，洛风和宏观经济导师唐德臣在走廊里相遇，并且聊了起来。唐老师最近研究的进度如何了？”洛风询问。现在的唐德臣已经是丰顺投资的人了。 唐德臣一直都在默默为洛风策划针对百越对面的方案。面对洛风的询问，唐德臣迟疑的说道：“洛风同学，应该还有其他势力在针对百越对面吧？为什么这么说？”洛风询问。他们目前的情况太差了，目前他们快要到民不聊生的程度了。各种生活必要物资太幅度涨价，接近于一倍的价格。非必要物资，像是橡胶方面的，价格更是夸张到两三倍的程度。唐德臣说道：“求月票。” 求推荐票，大家手里有月票的都可以发我来一下，谢谢了，跪求大佬们，大家的推荐票都是每天刷新的，不送白不送，就可以投给作者，谢谢了，跪求大佬们，大家的推荐票都是每天刷新的，不送白不送，就可以投给作者，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感谢。这样的情况不是你们一家公司做出来的，更关键的是大夏官方像是视而不见。唐德臣是专业人员，他很清楚现在百越对面的情况，只是物价上涨而已。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洛风轻飘飘的说道。唐德臣沉默下来，他听懂了洛风的意思，物价上涨不是大问题。洛风是经济学的学生，并且在该领域还赚了很多钱。唐德臣不相信洛风不懂物价上涨会带来哪些影响，所以在洛风的心里，这样的情况还不足够，不然为什么说不是大问题？唐老师，你那边加快进度，尽快做出有效的针对手段，哪怕是非常小的方面。 洛风说道，唐德臣忍不住担心的说道：“现在他们的情况很糟糕了，如果继续加大力度，我担心。”洛风像是没听到一般。我听说唐老师一直住在学校，老师，那一辆奥迪怎么样？洛风当然知道，唐德臣胆子小，担心事情太大了，他自己也被波及，毕竟他是谋士不是？唐德臣见洛风的询问，沉默了起来。唐德臣当然知道洛风不是问车的问题，转而说道：“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力量。” 并且愿意承受损失，我可以从四个方面针对他们。哦，洛风好奇，糖和蜂蜜类、酒类、油脂类、乳品类，通过这四个方向针对他们，这对他们来说是进一步的巨大打击。唐德臣说道，比如说蜂蜜和糖，他们每一年平均进口就是六十万吨，油脂类进口超过三十万吨，乳品进口差不多十五万吨，酒类进口到了一百五十万吨。唐德臣说道。 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他们土地有限，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蜂蜜和糖也需要对应的自然资源，他们并不满足条件。油脂类和乳品类也是一样的情况，这些我们只要压制百分之十，仅仅是百分之十，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其造成严重的危害。唐德臣说道，其实很多东西并不会存在百分之百缺，因为这是必然不可能的，但是仅仅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几，依旧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打个简单的比喻，你家有十个孩子，你平时后都是带回去的十个包子。假如有一天你只是带了九个，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是哪个孩子不吃早餐呢？当然，你可以选择两个人平分一个包子，但是为什么是那个孩子分出来，不是另外一个孩子呢？你也可以每个人都分一点出来，但是大家平时都吃了一个包子才足够，少吃一点就吃不饱，所以为什么要分出去？这就是一点的不平衡。 导致整个大机器无法再像以前那般正常运转。中午差不多十二点的时候，洛风一边开车一边给黄启阳打电话，他正在前往丰顺投资公司。老哥，我这边有一个专家提出针对他们的办法了，我们要不要继续加大筹码？洛风询问。黄启阳吐槽地道：“如果有新办法，你直接执行就好了，这样的事情无需告诉我，然后我默默背锅就好了，对吧？”洛风也吐槽：“你小子就是太谨慎了。” 我会是丢过的人吗？黄启阳哼哼的说道。你的确不像，因为你就是。洛风调侃。好了，说说你的计划。黄启阳道。洛风很快把唐德臣说的方案说给了黄启阳听。差不多一分钟后，黄启阳才说道：“这个人有点狠啊，通过这四类的产品控制，的确很高效。”洛风，你需要把对应的货源吃下去。黄启阳继续说道。那我就亏大了。洛风吐槽。我信你个鬼，这些东西。 你随便弄到东南亚也不难处理吧？黄启阳道。你给我进出口权利吗？洛风说道。当然可以，我帮你解决。洛风说道。没有问题，顺便再加上免税。洛风笑眯眯的说道。去去去，那是不可能的，反正你都能赚钱，还有什么免税呢？黄启阳说道。如果可以多赚一点，我和钱过不去吗？洛风说道。少扯淡了，你应该知道，如果我们未来的计划成功了。 你可以获得多大的好处？黄启阳开始描绘美好的未来。你又开始了空头支票这一招，对我来说早就玩腻了，你还来忽悠我吗？洛风哼哼说道。黄启阳反驳，我可不是画大饼啊。不说了，我接这个事情，但是依旧是你们背锅，我可扛不动。洛风说道。黄启阳没有反驳，两个人确定了对应的方案。我马上到公司了，我会安排丰顺投资的人和你们对接，你们那边安排好人。洛风说道。没问题。 我亲自处理。”黄启阳说道。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洛风都在公司和黄启阳交流对接的事情。下午五点过，陈平在办公室里面，洛风吩咐道：“老陈，这件事情不要透露给任何人，我会安排忠义堂安保公司协助你处理。”“好的。”陈平点头，他暗暗松了一口气。如果再给他安排一个工作，他真的要忙不过来了。第二天，四月份的最后一天，洛风早早的就离开了学校。 乔克了，他坐飞机离开了蜀城。这一次，洛风早就提前让相关公司给自己把保时捷九百一十一送回去了魔都，方便自己用车。反正这车放在蜀城被利用的时间也很少，毕竟上官飞儿和上官水儿两个人还能坐保时捷九百一十一，毕竟只有两个位置。对了，除非一个坐腿上，但是这样开车确定安全吗？洛风表示自己的车技的确可以做到，但是路上的叔叔就要给你招手了。 上午十一点过，洛风便抵达了魔都机场。忠义堂的公司在卫生间顺利的把保时捷九百一十一的车钥匙交接给了洛风。洛风在地下车库启动保时捷汽车，这一辆性能猛兽发出了咆哮声。凭借职业精英级别的驾驶技术，洛风轻松驾驭。大约一个小时后，洛风来到了小妖精的魔都外语大学。他把车停在了校园的林荫小路边上。这一次刚刚停车，就有人前来主动搭讪了。